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78页，讲到这里说到这个佛藏在王舍城那后面就会讲都在王舍城的灵鹫山。好，我们来看这个藏在王舍城的第9个理由那么说到，因为王舍城在山中闲静那么其他的大部分的精舍都在平地那么平地多杂人露出基本上即使在平地那么它也是属于阿兰若，但是因为平地比较容易到达，所以会比较多人去拜访那山里面可能就比较少所以他说其他的国像舍卫国毗舍离这些，那么都是建在平地，人进出比较多，那么来往容易，所以比较不急进又山中多精舍，诸坐禅人、诸圣人皆乐闲静就是大部分那么修禅的或是一些圣人都喜欢到那一些山里面，喜欢极静处。那其实禅修那么首先要找一个极静处，因为禅修它所缘因为我们六根习惯攀缘六尘，所以你要都摄六根的话，那首先那个静那要先比较适合，就是没有太吵，其实就是它的感官不会太刺激的，色声香味触都不能太刺激就是声音不能太吵杂那么人来来往往不能太多那这个味道也不能太重其实太香太臭都不好因为那个就是刺激嘛，它尽量要减少感官的刺激，然后之后就是之后才进入所谓的调身调息调心的阶段基本上是这样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六根容易攀缘六尘，不容易安定，所以大部分都在极静处人多的地方事情多那容易受到影响当然你如果功夫好的话就这些就不太能够障碍你，但刚开始修的话就这个就很重要那但即使已经成就的人，他仍然是习惯这样他说佛是圣人，坐禅人主就是圣人跟坐禅人都喜欢在山中极静处，那么圣人跟坐禅人中最主要的这个主就是比如说王就是说可以说应该是说类似说圣人坐禅人中的最尊最上的王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因为这样也多住在王舍城那如是等种种因缘，这个是总说把上面九个合起来总说这到这里是第9个嘛所以如是等种种因缘故，就是总说这上面9种因缘，所以多住在王舍城。好，那现在来讲，那为什么要住在王舍城？有那么多王舍城山里面有5个精舍，
那他基本上有时候讲四个，有时候讲五个，但是每一个山都有一个金色的话就有五个。那如果是包括这个竹林金色进去的话，那就变成四个因为他说这里汪舍城有五金色。那五山如果各有一个金色，那就包括竹林金色六个了好那现在说这些金色里面那么为什么就是有五个金色为什么或四个金色为什么要住在灵鹫山这个金色？好，他说若住王守城可尔何以不多住竹园而多住，现在讲要多住在灵鹫山那所以先讲那前面是讲住王舍城的九个理由那现在好，那你说住王舍城好，那没有问题，但是王舍城平地也有金色但是第九个已经讲平地多杂人入出前面已经讲了，因为竹林金色也在平地它也是多杂人入出所以他就说，那前面第九个不是有讲了吗？因为平地多杂人入处，那圣人坐禅人喜欢极静处，那竹林金色是在平地前面我不是讲过了吗？好，所以他就第一个就这样回答。那为什么要住在灵鹫山前面不是讲过了吗？好，那第二个灵鹫山他说好，那其他还有四座山呢所以有五金色，所以如果这样子讲的话，那么前面的那个五金色就是王舍城有五金色，要不就改成王舍城有六金色，要不就改成王舍城的山中有五金色因为他前面讲王舍城有五金色嘛那你看，那我们看这个75页王舍城多金色有没有，他说王舍城有五金色，然后应该是王舍城的山中有五金色，那竹园竹林金色在平地那么因为这里又说，因为前面讲如果说王舍城五金色包括竹林金色，那就是山中有四金色。好，那我们翻回来看那翻回来看这里，你看他就说那么这个鱼更有四山那么这个奇舍绝山以五山中最殊胜那如果说每一山都有金色，那变成就山中就有五个金色，五山都有金色嘛。好，那如果说五山包括灵鹫山就是这五山只有四个金色那就变成前面是五金色那包括竹林金色是五金色。好，那我们来看他说鱼更有四山就前面那里有提到的那么毗婆罗拔树等何以不多住而多住在奇舍绝山。好，那你说山里面比较极静，那也不是只有灵鹫山那其实这个都是应论生论的如果佛陀今天不是在灵鹫山，在另外一座山，同样也是这样回答其实也是这样他说奇舍绝山以五山中最胜故云何胜？奇舍绝山金色尽成如果从这些山里面来比较，那么奇舍绝山比较接近城市但是山比较难上以是故杂人不来，进城故起时不平那么起时不要太难，太难就是你来回就要半天一天那整天都花在起时上那也不行这个法句披经里面就有提到这样故事有两个比丘然后因为住在很深山里面，每次托钵都板半天整天所以非常累，回来就非常累了那所以这个修行其实非常不容易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不能离城太近，太近不好修行，太远不好起食也障碍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以是故佛多在奇舍绝山中不在余处，这是第二个原因那其实如果真的讲了，这第一个，因为前面就是第九个已经有讲那也算第二个那第三个，那么长老摩诃迦叶于奇舍绝山集三法藏那就是其实基本上只有集法跟律而已并没有论
如果我们依照结集的来说，那到后来的传说都是有三法藏啊，那经律论，那其实就是只有经跟律，那经就只有类似像杂阿含这样，那后来是四阿含是后来再分的啊，那第二次结集的时候才有所谓的四阿含，那第一次结集五百结集的时候其实只有经啊，其实就是杂阿含而已，那也没有论啊，那律就是八十颂律好。那么可度众生度尽啊，欲随佛入涅槃啊，就是现在讲啊，第一个这个迦叶在灵鹫山结集啊，起舍结山了啊，不是灵鹫山啊，对对，就是灵鹫山啊，结集三法藏。但是我们说到大迦叶是在七色窟啊，那因可能在他也。他好像也不是在灵鹫山那边的，啊，这个这里要稍微查一下。大迦叶结集三法藏的地方是在七色窟，七色窟是在灵鹫山，啊，可能是在灵鹫属于灵鹫山的了，啊。那么他说欲随佛入涅槃，啊，那就是大迦叶要入涅槃的了，啊，就是他可度众生度尽的，要随佛入涅槃，就是要入涅槃的了，啊。那清朝着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啊，清朝就是清晨了 啊，去托钵完了之后啊，去王舍城乞食，那就上这个灵鹫山，跟他的弟子说，我今天要入涅槃，入无余涅槃，啊，那如是与入房结跏趺坐，啊，但是他的如余涅槃基本上大智度论并没有讲他真正的入无余涅槃。啊，因为他后面讲到他是以面镜定入涅槃啊，如果无余涅槃的话，基本上就不再来了啊。那但是他会等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啊，那么再起来，所以这个应该不能叫无余涅槃。假设他弥勒佛来的时候，因为他后面会讲到啊，弥勒佛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啊，从山中出来，然后顶礼弥勒佛之后啊，然后之后再入涅槃啊，那个时候才真正叫无余涅槃了。假设这样说的话啊，等一下我们再往下看啊，你先可以把这里做注解也可以看啊。他说我今日入无余涅槃啊，那因为有余涅槃啊，其实他说是入灭。入灭跟入灭尽定不一样，入灭尽定可以灭尽定的方式，让那个身有一点像冬眠一样啊，然后时间到了才出来啊。但是入无余涅槃就不是啦，入无余涅槃不会再来了，那这个身不会再来了啊。他但是我们先把这里先做一个注解，等一下看到后面我们再往回过头来看啊。所以这里基本上啊，他说我今日入无余涅槃。如是与入房结跏趺坐，诸无漏禅定自熏生啊，其实就是以无漏心所得的禅定啊，那么叫做无漏禅定啊，他就是入了定了啊。那入定，因为他已经是阿罗汉了啊，所以当然就是无漏定。戒跟定都是共世间的啊，真正来讲没有无漏戒跟无漏定。但是当你有无漏慧的时候，你的戒就叫做无漏戒，你的定就叫做无漏定。所以三无漏学实际上戒跟定是共世间的，它是以无漏慧而成无漏戒跟无漏定啊，所以就变成定共戒道共戒嘛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所以他说以无漏禅定啊，这、就是以无漏心所得的禅定啊，所以自熏生就是啊，那么这个无漏定好。那么摩诃迦叶诸弟子啊，他的这些弟子在家出家弟子啊，主要是出家弟子啊，因为如果跟摩诃迦叶一起住在灵鹫山的啊，那基本上都是出家弟子啊。那么就入王舍城与诸贵人啊，贵达官显要了啊，就是这一些长者啊护法啊。啊，因为这些贵族长者啦，这些，那么就跟他们讲，你们知道吗？那么摩诃迦叶啊，尊者摩诃迦叶今天入无余涅槃啊，这里有讲到入无余涅槃。好，
那么这一些长者护法啊，国王啊，这一些人啊，就王族贵族了啊，达官显要啊，长者护法这些人，大护法大长者这些人，皆听到大迦叶的弟子啊这样说，大迦叶今天要入涅槃了，那么皆大愁忧啊，都啊心里面很忧愁，说佛已经灭度了，那么大迦叶护持佛法，今天又要入于涅槃啊，那类似说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些人跟比丘一起啊，在下午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已经是起时完了嘛啊，那么下午的时候都大家一起聚集在什么啊，这个起舍觉山啊，这下午一般来讲布施阿含经里面很常见到啊，下午大概三点到五点这个地方啊，或是四点到六点的大概这样了啊，那这个地这个时候大概都是这个时候大概都是从禅定起来的时候啊，所以你看阿含经你常常会说不时从禅定起、啊、那么舍利佛也这样，佛陀也这样，很多比丘都这样，打坐坐到大概不时啊，然后就是大概三点到五点然后就起来啊啊，早上大概就是去先打坐，打坐完去托钵，托钵回来大概应该是八九点啊，吃完早餐洗完脚说个法啊，佛陀说法啊，那有些就惊醒，然后晚了就去打坐，一直打坐又坐到不死啊，基本上你在阿含经看到的他的生活模式大概都是这样，那有的就去人间游行啊说法，那有时候像佛陀也有固定的，就是也是打坐到不死啊，那么如果有人来拜访，如果有人要来拜访都会跳过这个时间，都会在这个时间之后才来，那阿难也知道，阿难知道佛的作息啊，那这个时候他不会接待，不也不会让人家去见佛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他这里就大家就一起布施到啊，这个时候就是打坐起来的时候了啊，如果看你看杂阿含里面哦，常常都是这样，布施从坐起，布施从坐起，好，那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啊都集合到起舍觉山啊，因为这个时候大家是入定嘛啊，入定应该起来了啊，那所以你看长老摩诃迦叶布施从禅定起啊，这个是杂含里面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僧团的习惯，有点像我们早晚课一样啊，固定的啊，然后什么时候去托钵，什么时候啊说法，那佛说法的时间不太一定，有时候略说，有时候广说，有时候说了一句偈啊就去做打坐了，那弟子不懂的话啊就开始问啊，有些会问，有些就问舍利佛啦、阿难啦、啊谁啊，就这样问，或是大家讨论啊，你在阿含经看到的模式大概就是这样，大家会讨论，讨论的都不懂啊，就去问阿难啊，问舍利佛啦、啊、问迦旃延啊，就是问这一些知道的啊，那有时候佛讲完了之后啊没有马上走，会解释，叫做广说，有时候佛讲完了，略说讲完了，弟子不知道就马上问，佛会在广说啊，就反正就分几个，如果我看过的杂阿含里面它大概就是这样啊。好，那讲到他们的那个生活模式了啊，大概也就是打坐、经行、托钵、说法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个入众中坐，好，那迦叶那么从禅定起来了啊，入众中坐，暂说无常啊，一切有为法，因缘生故无常啊，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故无常啊，本无今有是生啊，它并不是说本来没有现在有啊，这也不是说本来有现在没有啊，就本来有不是根本那个本来不是啊，那么这个是说生跟灭。就是从现象界来讲，它本来不存在的，后来存在了，而不是说从根本上，从最初讲它是没有的，后来有，啊，那这个就不可能了啊。那本来是有的，有自信的，后来没有了啊，这个就断灭了啊。那本无今有变成无因生了啊。但它不是讲这个啊。如果你看有些论里面会讨论这个，那个是不同的说法啊。那这里是本无今有是指生。从现象界来讲，它本来没有，因缘和合有了啊。那么本来有因缘和合有的，后来因缘
因缘又不合合又没有了，就是灭生灭。所以其实是因缘故，因缘生故有，因缘生故没有，所以叫做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缘世间灭，所以无常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因缘生故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有智者不应着我手啊。如果你确切了解这个世间的无常相，你就知道世间的苦相、无我相，那么你绝对不会执着这个世间啊。就好像你知道这个生病是苦的，你不会执着要生病啊，你不会这样。你知道火是热的，被火烧到会受苦，你不会执着要去用火来烧自己，不会啊。那么若着我所得无量忧愁苦恼啊，因为我所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啊，有我所才会起一切烦恼。那么我所会分成有我所见，就一定会有我所爱啊。应该简单讲，有我见就会有我爱，那一般把它叫做无明跟贪爱。所以常常会讲无明所覆或无明所盖，爱结所系或爱结系紧啊。那么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尽啊，那么此生灭已一因相续，那么就有所谓的生死轮回。那么生死轮回从生到死之间有种种的苦，那么无量的生死就有无量的苦恼啊，就生到死之间有忧愁苦恼嘛，忧悲恼苦嘛啊。那所以一般都讲忧悲恼苦啊，这里讲忧愁苦恼是一样的，或忧愁恼苦啊，或忧悲苦恼，或忧悲恼苦啊，基本上是放在前面说，但是基本上就忧悲恼的苦了。好，那么一切世间心因厌求离欲啊，这是所以啊，就是佛法的两个主要啊，一个就是要厌下心上啊，那么心就是厌离烦恼，心求解脱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啊。然后先要有真上心，先真上身的心，然后要有出离心啊，那基本上是。那如果从大圣来讲，还要有菩提心啊。从这里说，就是要向善向上跟向解脱啊。那这个从佛法的说法来讲，就是端正法啊、出要法以及真上法。这个是从佛陀说法的一个次第，以及我们发心的次第来讲，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因厌离这些苦，厌就是厌离什么无量的忧愁苦恼啊。那么求什么？求不要有这个啊，这些忧愁苦恼啊。那你要有，你不要有这个苦果，你必须不要有厌啊，因为厌就会感果。不要有业，就必须不要有烦恼啊。那不要有烦恼，烦恼的根源就是我爱啊。起烦恼造业就是我所爱。那没有我所爱，没有贪爱啊，那必须要没有我见啊。所以无明所覆，爱结所系，长夜轮回啊，那么就会有无量的忧愁苦恼。讲这个，所以你第一个是要有什么？要有出离心啊。第一个是要这样啊，所以叫做为患离啊，或是厌离欲灭尽。佛法的两个阿含经里面常说，佛陀教导的啊，两个啊，就是一个常常就是为患离啊，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厌啊，就是这里的厌，要厌离一样啊，厌离欲灭尽。那如果对这个是对出家说的啊，那是要解脱，要离欲才能得解脱啊，要思维其过患啊，这个是要思维其过患，然后要远离啊。然后对在家说的，要先说端正法啊，先说端正法，然后说出要法啊，出要法就告诉你这个欲要呵责，要离欲啊。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是对在家来讲啊，那第一个是先说端正法。这个是对出家说的，啊，这也是对出家说的，而对在家说的，啊，那么要先说端正法。端正法不呵责无欲，啊，端正法是告诉你，啊，那么基本上都是要升天，因为在家都要升天嘛。
所以告诉你升，因为升天是五欲自在，你要追求五欲，我告诉你一个可以真正可以得最殊胜五欲的地方啊。所以他是讲到世界升天之法，基本上，因为这个是对当时的在家，特别是婆罗门啊，那么有一些在家，然后之后啊，之后这个心理就是向善啊，离恶向善。离恶向善，啊，你才不会堕三恶道，啊，这佛法的第一个目标永远都是让人不堕三恶道，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再向上，离欲欲界，离五欲，啊，那么在接下来你欢喜了，你先建立正见啊，先行善，然后你欢喜了，啊，然后你去实践了，然后再告诉你。欲为过患，啊，第一个欲的过患，欲为过患，啊，一样就进到这边来了啊。这个是欲，这个畏就是畏着无欲，啊，然后就是要离欲了啊。所以基本上啊，就是三一一波啊，从事相上，然后进到理相上，那在家基本上就八万在见。啊，那离这个五欲啊，所以先告诉你，欲为过患，无欲为乐，无欲为药，啊，先告诉你，所以这个叫做出药法。先告诉你这个赞叹，赞叹无欲的殊胜，有欲的过患。那因为你要施戒升天法，升天是五欲自在啊，升天是五欲自在。你是要追求无欲的，享受无欲的。那现在你好，你要追求无欲，我告诉你一个正确得到无欲的方法，啊，就告诉你，比如说一般的人要追求幸福美满的快乐的生活，好，那我告诉你真正可以幸福美满的生活是怎么样？好，那你已经建立那种善的习惯了，我再告诉你，这世间是无常的，你这个无欲是不能持久的，你一直满足在这个无欲里面，它就限制你、局限你，不能向上。你等到你死了，你又要随业受报，就不想讲这个啊。所以你他就告诉你欲为过患，所以要就进入这里来了，然后就变成啊，你要离欲。那你听了要欢喜，你如果不欢喜，他就不接着讲了，他就不告诉你怎么样离欲的方法了。那如果你听了欢喜，嗯，你认同啊，你欢喜啊，你有这个出离心，好，那接着他就跟你讲出药法啊，这个叫做这个是出药法啊，然后就是这个叫做端正法啊，那这个叫做出药法。那么你认同了，你也欢喜了，你接受了，你有意愿啊，那么接着跟你讲什么解脱法，叫做真上法，就真上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你要向上，向上向解脱，这个变成向上，向上，向上。你现在在五欲自在了，但是你不要以五欲为满足，啊，你要处理这个五欲，你要提升，啊，他你认同了，他接着跟你讲什么？讲苦集灭道四谛，啊，讲无常、苦空、无我，啊，缘起，啊，人为什么有生死？要这个是出生死的，这个是出生死的，这个是向解脱的，这个是向解脱的，告诉你怎么得解脱，啊，解脱是要先解脱五欲的，要离欲的。离欲是离无欲而已，那还有色贪不色贪呢？还有无明呢？所以他在告诉你怎么样断啊？那基本上啊就这样未患离，然后厌离欲灭尽啊，就得涅槃啊，就灭尽这些苦了。因为欲为苦本，欲为苦本啊，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讲的啊，轮回就有无量的苦，像这里讲的啊，生死就有无量的苦。那么你灭尽这些，其实就是涅槃。那这个是佛法里面啊，那主要的一个讲说佛陀说法啊，通常都是这样的。好，那这里也有啊，你看啊，那迦奢要入灭了，就跟大家讲：心因厌求离欲。好，如是种种说世界中苦啊，就苦开导其心啊，令入涅槃，令大众啊。他要入涅槃之前，但是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就是说它也不是真的入涅槃。依大智度论，依大智度论的说法，如果大比婆沙论就不是啊。大比婆沙论比较强调，因为它有两种传说，大迦叶是有入涅槃还是没有入涅槃啊？那这个大比婆沙论有讨论，那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啊。那大智度论是比较站在没有入涅槃这一边的，大比婆沙论是站在有入涅槃这一边的啊。但是他入定基足山，那入了涅槃啊，那只是山开，然后这个弥勒那个时候成为弥勒佛，告诉大家啊，等后面会讲啊，然后他这个一啊，拿那个一而已啊，那大家是并没有能够再出来啊，他就是那个身啊，那个身就好像化石一样啊，就保留在那个山，然后那个时间到那个山打开这样而已啊，然后那个一啊。那个一就是弥勒佛借这个机会来告诉他们的天人众要修行啊，类似像这样。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先来讲这个。所以说此语尽啊，那令大众入涅槃啊，开导大家的心，因为涅槃才能灭无量忧苦嘛，灭槃才能为无量忧苦啊。那要得涅槃，要先离欲，要离欲要先有厌离心，要有出离心啊，其实是这样。说此语尽啊，着从佛所得生且理啊，那、啊、这个佛所得的生且理啊，其实它就是依啦，那个时候的分少依啦，生且理是一种说法而已啊，就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因为佛陀一开始出家，佛陀从他的这个。王城出来夜半出演的穿的衣服是非常好的啊，就是禅陀在他出来的时候穿的衣服是很好的，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就跟一个猎人换他身上的衣服啊，就他那一件衣服给了那个猎人，把猎人身上披的那一件衣服啊，那么穿着其实是这样，然后就穿着那一件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叫做什么生且理什么的、啊、没有，因为我们的生且理就变成我五一七一九一三一，那个是后来才有的啊。那基本上就是他们当时沙门穿的衣服了，一件普通平常，那么比较没那么好的衣服而已啊。然后后来这一件衣服，他就穿着这一件，一直到他成佛了。那成佛之后，在七支塔前遇见迦叶，那么。他就把那一件衣服，就是大家说把迦叶身上穿的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就是价值非常，因为大家说也很有钱的，他穿的衣服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就把身上脱的那件衣服拿起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那佛就把他身上那件衣服，穿着成佛那件衣服哦，啊，就因为大家说就没有衣服了嘛，就把那一件啊就交换衣服啦，就变成这样，因为迦叶把那一件供养他了嘛，那佛陀就把他身上那一件给了大迦叶，所以后来就有禅宗所谓的传衣，就是变成这样啊，大迦叶是变成第二代的啊。那其实没有佛法没有传衣的这种说法啊，只是说他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啊，然后就把衣给了大迦叶，那后来就变成不知道为什么说大迦叶还要把释迦牟尼佛那件衣服再传给弥勒菩萨。啊，就变成要立定基足山，有这种说法，啊，那其实就变成啊，这里讲啊，那么他着就是穿着从佛那里所得来的衣服，身且里就是所得来的这个衣服，那么持衣钵桌杖啊，那通常没有杖，通常是没有杖，都是那种外道。啊，或者婆罗门他们持杖叫做持杖外道，那么一般来说，沙门如果老的时候，婆罗门老的时候才会拿杖，啊，老的时候了，因为老的时候脚没有力嘛，啊，第三只脚，所以通常都会拿杖，啊，那大家是入涅槃的时候也很老了，那个时候可能也拿着杖，啊，那所以持衣钵桌杖，如金翅鸟现上升虚空，啊，你看，那么。那一般阿罗汉入涅槃其实有很多种，一种是他自己提前要入涅槃的，他选择了啊，然后他是没有病，
啊，所以他就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啊，就像这种，然后上身虚空，四种身影行住坐卧，从东边入，从西边出啊，那一般叫十八种神变了 啊，那么在虚空中行住坐卧，然后一身现无量身，然后变大变小啊，变多变少啊，这个叫做十八神变啊，那么满东方世界无量身还回一身啊，就变多变少，变少变多，变大变小啊。那么这个从东边忽然出现在西边，从南边又忽然出现在北边啊，那反正就这些一般叫做十八神变啊，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啊，然后或是身下出火，身上出水啊，然后或者是左边出烟，左边出白烟啊，右边出红烟啊，反正就这些了。那满这个南西北方也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啊。其实简单讲，就是要入涅槃之前现十八神变了，这是最殊胜的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像佛陀这样的，佛陀没有，佛陀其实可以，但是佛陀不现这种，佛陀视线跟一般人一样，但又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像这种阿罗汉这种是一般人没办法，但佛陀视线跟一般人一样，就躺着右胁而卧，这是一般人的啊。然后就入涅槃，就这样啊。其实佛陀要现这个也可以，但是佛陀不以这个啊比较特别的。但是他虽然跟一般人一样，就是躺下来啊，但是他又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所以这是第二种，像佛陀这一种的啊。像阿难也是，阿难要入涅槃也是跟大迦叶一样啊，就现到虚空中变化，然后而且大迦叶还没有用三昧真火把自己的身体烧掉火化，阿难还这身上自己出火，然后化成舍利，然后撒在那条河的两边，给两边的百姓去捡。有些还会就是自己土比啊，那因为大迦叶还不行嘛，大迦叶还要等弥勒佛的嘛，啊，那有些会这样啊。通常如果现十八神变就会这样，在空中就土比啊，在空中土比。啊，那佛陀就不是，佛陀就跟一般人一样啊，就土比的啊。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生病的啊，也有啊，就很多阿罗汉也生病，然后生病了之后就也等啊，然后就是有一个是比较自在的啊，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有些也生病，那有一些就是像目犍连啊，那么也是啊，被打到身体烂掉了，不行了啊，要入涅槃了。啊，这个是没办法了啊。那有些也是这样子啊。好，那所以阿罗汉入涅槃其实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啊。那其实还跟个人的愿有关系啊。其实这样，那他说众心厌世皆欢喜啊。那么因为厌世是大迦叶前面讲世间无常。要厌离这个世间啊，所以心因厌求嘛，啊，因厌求离欲了啊。那么心是这样，那所以求就心求了，厌就是厌离了啊，厌离这个苦世间，心求什么？心求解脱了啊。所以一般叫做厌跟心嘛啊。那厌我一般如果往生净土就变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了。啊，气是这样，那气就是厌离五欲烦恼，心求涅槃解脱，啊，那么这中间重点是要离欲，啊，你厌离要厌离五欲，因为五欲是烦恼的根本，五欲是烦恼的根本，啊，也是生死的根本，啊，那就是从粗的来讲，从细的来讲，生死的根本就是我爱我见。有我见，一定有我爱。我爱从我们的人来讲，一定是爱着五欲，畏着五欲，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欲是根本嘛，啊，欲为一切苦患的根本。所以你要厌求离欲啊，这个是大家是为大众讲的。那大众听完了之后，就厌世就是厌离五欲了啊，就明白了，对于这个世间啊的苦无常了解了。所以他起了，我们刚才讲端正法、出药法啊，起了欢喜
啊。那么以其者以其舍绝三头，与衣钵居，作是言，啊，令我身不坏，啊，弥勒成佛，我是古生还处。那因为如果从下面的来说啊，下面即使说他弥勒佛在出来的时候啊，那因为他如果想我是古生还处，以此因缘度众生，这个古生啊，为什么不讲色身，是讲古生？如果古生的话，基本上就是只有那个身啊，只有那个身，就是已经入灭了，有一点比较像。啊，像这个大毗婆沙论说的，他已经入灭了，啊，那只留那个身而已，啊，那如果是如果依大智论后面这边说的，就是他并没有入灭，啊，那只是入定，啊，入灭尽定，他没有入灭跟入定不一样，啊，他只是入灭尽定，那时间到，啊，我们说入灭尽定像冬眠一样，啊，那时间到才会出来的，啊，那又不一样。啊，不过他这里讲古身啊，就这个色身还出了。简单讲就是，啊，有这个我这个色身还出啊，以此因缘度众生啊。那后面会说，如是思维，直入三陀室内，如入软泥，入于三环河。好，或人寿八万四千岁啊，人寿八万四千岁，根据记载可能要过56亿年啊，或5亿6千万年。啊，人身长，人的身体长80尺，啊，那有的说千尺，啊，那有的说那个时候人身到底多大，啊，依果报不一样啊。那么有的说是这里讲是80尺，那么有的说是千尺，那一尺到底多长？其实这种度量单位在每个朝代。就是或是经典里面显示的都不一样，凡是有牵涉到这个量的数量啊、长度啦啊，或是比如说我们说一亿到有的是10万，有的是100万，有的是1000万，有的是万万，一尺啊，有的是几里啊，4里、8里、10里、100里、1000里啊，反正想的不太，一里到底是现在几公分？那这个其实在各个经典里面描写的那种。那一种都不太一样啊，数尺啊，有关你这种数尺。好，那他写的是80尺，那么有的写1000尺，有的就是以佛为主。那么佛身是一般人身的两倍大啊。那么这里弥勒佛也是啊，那是一般人的两倍大啊。他说是佛的80种啊，那一般以前的长度都以佛的手肘为主嘛啊。那弥勒佛出啊，他讲人的身体，那时候的天人是80尺，但弥勒佛是长160尺，那一般都两倍大嘛。你看，那也是这样啊，佛身就是一般人的两倍大啊。那像我们说释迦佛是1丈6，那一般的人基本上就是8尺啊。事实上这样，佛面24尺啊，就是佛身跟天人身不一样。圆光有10里，40众生闻弥勒佛出世，无量人随佛出家。好，那么底下这个记载很奇怪，只有大智度论这么说，这不知道是哪一个部派的传说啊？就是说，佛出说法时，99亿人得阿罗汉啊，那么六通具足啊，就具解脱了。那么第二位90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位93亿人得阿罗汉。自世以后度无数人，啊，初三会，一般的说法我们看一下，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那大智论的说法，我在其他的经典里面都没有看过，99亿的说法没有看过，有人这么说的，有哪一些经论这么说？部派里面谈到这个的也不多，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啊，这个弥勒当来成佛的时候，啊，最初的三位说法后面还有，啊。那像迦摄弥勒佛会带大家去看迦摄，是因为那么龙华三位之后天人开始懈怠啊，不太休闲，所以他就带这一些天人还没解脱的天人去看迦摄，然后这些人后来才又发现啊，是这样的因缘的。
那三位说法自认是99亿、96亿、93亿。那么这个跟咸鱼经的啊，咸鱼经的说法有一点类似，但是咸鱼经的说法倒过来而已，93亿、96亿、99亿。不过99亿的说法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其他佛出世的时候也有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也有99亿的。但99很明显只是一个表法。如果这样看来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那因为印度人在讲到这个数词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表法的多，都不是具体的数字了啊。但是他也为什么要讲99、96、93这样？那么通常啊，他这个说法跟咸鱼经的次第不一样而已，但其实里面的这个就是都是差3亿啊，就从99亿开始。那这个一般弥勒下生经或其他的经典，真利亚含经跟弥勒下生经基本上应该是同一本啊，因为弥勒下生经里面的经文基本上跟真利亚含里面讲弥勒成佛的经文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所以它应该是同一的啊。它讲的就是最有名讲的就是我们知道都是96亿、94亿跟92亿，都是这样啊。但是大智论的这种说法不知道是来自哪一个部派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龙树是可以说是集合集大成的大圣当中的集大成者啊。那他应该听过很多部派的传说，但是他这个根据不知道根据哪一个部派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料啊，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说有99亿、96亿跟93亿。好，那么尔时人民酒后谢宴啊，你看，那么之后大家就怎么样啊，懈怠了，那么不再努力用功了啊。那听说，不过听说这个后来像这个讲到啊，那么龙华三会里面，那么有受寄生多帅天的啊，那么都在龙华三会第一会就得度了啊。举个例来讲，入住优婆夷的叔叔离斯达多，他的父亲富兰那啊，他不是证了恶果生多帅天吗？这两个人也在第一会得度，然后据说辟舍区也在第一会得度啊，然后也有说须达多长者也在第一位得度。那须达多长者有两个传说，一个是说他证出果，一个是说他证三果。那一个说他生33天，一个说他生多帅天。那如果证三果，他不会来遇见啊，证三果是不来遇见，所以就有人解释须达多长者证三果，但是他是发愿的，发愿往生弥勒净土的啊，就有这么解释啊啊。那因为其实各种部派哦，我们会发现到各个部派它的传说有一些不太一样啊。那你也不一定要把它汇合了啊，融通了，互惠哎，其实也不一定要啊。那本来就有一些不同的传说。那不过就是有说到弥勒佛，就是经典里面有记载，他有生多帅天的啊，入住优婆夷的叔叔。父亲尼斯达多跟富兰那啊，然后这个须达多长者啊，然后甚至辟舍区都在第一会得度啊。这个也是咸鱼经里面说的啦，这个是咸鱼经里面说的。那咸鱼经是在就是唯一说法跟大智度论有一点点像的啊，只是说他初位二位三位讲的不太一样而已啊，数字上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先把这一段讲完再说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因为人民酒后谢宴嘛，所以弥勒佛就带领大家到鸡足山啊。那这个鸡足山不是云南的鸡足山，是印度的鸡足山。云南的鸡足山本名不叫做鸡足山，本名叫做青滇山或九曲山。它明朝以后才叫做鸡足山。啊，那现在我们都传说啊，大家是入定在鸡足山，没有，那个是印度的鸡足山，没有到过中国来，不是入定在中国的鸡足山，会生会影，要变成云南的鸡足山，变成大家社的根本道场了。那还有人在那边遇见过大家社，啊，甚至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啊，那么也在那边啊，那么就是梦见大家社，啊，他于是不是生病吗？
然后他梦见大家是啊，告诉他你拿着袈裟来当头顶着，意念这个袈裟，你的病就会好。啊，然后后来他就真的把袈裟拿来当做来着头这边意念着这个袈裟，后来他病真的好。啊，那这在虚云老和尚的传记里面有，我还记得很清楚。啊，后来我又一次生病，我也把袈裟拿来头上。啊，这个就是。那个后来就变成这个大袈裟是在云南的基础上，不是，那个是印度的基础上啊。那但是它这里是奇舍绝山了 啊就是入定在奇舍绝山了。那一般说是在基竹山了 啊好，那这个时候长老袈裟鼓声着身且里而出啊，就是他这个色身的，那么穿着佛的袈裟出来。顶礼弥勒啊，这所以他没有入涅槃啊。如果从这里来讲，那前面说他入无余涅槃，他应该不能讲入无余涅槃，因为入无余涅槃就不会再这样了啊。那么上升虚空啊，那么现变如前，寂于空中，这个时候才真正入无余涅槃嘛。寂于空中灭身而波涅槃，你看这个，如果照这样讲，这样才能叫无余涅槃啊。啊，所以他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或是不晓得怎么说前面的无余涅槃那到底是什么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于空中灭身而波涅槃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弥勒诸弟子就很奇怪，这个是谁啊？那有的时候他还把这个僧伽里先拿给弥勒，要先把这个僧伽里拿给弥勒啊。但这里没有讲啊。那么这个是谁？为什么这么小声？就是那个时候娑婆世界是100岁而已嘛，所以人生很小嘛，啊，随着你的功德身会有大小。那么这个人那身那么小，还穿着袈裟，而且还能够做神通变化，啊，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他这里说到这个弥勒佛啊，那么带这些已经懈怠的这些人众啊，那去看迦叶，那么迦叶视线神通变化之后啊，就在空中波涅盘啊，然后这个时候是真正入无余涅盘了啊。那弥勒，大家就很奇怪，就问这个佛啊，就是弥勒佛啊，那弥勒佛就解释，这个人是过去释迦佛啊，因为释迦佛过来就是弥勒佛嘛，那通都在贤解啊这一节里面啊，那他是释迦佛的弟子，叫做摩诃迦叶啊，大迦叶，行阿兰若啊，其实就是阿兰若是极尽处啊，就是。那么他是行陀陀行啊，那么少一知足啊，行陀陀。那阿兰若是一种，他阿兰若其实是极尽处的意思。那说行阿兰若，其实就是他通常他的习惯呢，就是他的修行方式。佛弟子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阿兰若比丘，就是通常都在打坐陀陀行、少一知足的；一种是人间比丘。人间比丘比较有那种菩萨性格的啊，就是到人间去弘法利生的。那像舍利佛、目犍连这种，都是常在人间啊利益众生的。像阿难也是，富罗那啊、迦旃也，都是到各地弘法利益众生的。那么像大迦叶这一种，就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的啊，就辟支佛种性的，就是比较少。他也不是没度众生，但比较不积极，所以他都通常都是住在阿兰若啊，所以叫做行阿兰若，其实就是阿兰若行啊，其实就是我们叫做阿兰若比丘啊。那如果有些人间行的，人间行的就是人间比丘啊，其实就是阿兰若行，就是行阿兰若了。那么行阿兰若就是少一知足，行陀陀行啊，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是比丘中第一啊，比丘中第一是陀陀第一，是他陀陀行、阿兰若行、陀陀行中第一。那么他有所谓的具解脱，具解脱有六神通啊，那这个共就是具啊，共就是具啊，所以有具解脱大阿罗汉啊。那具解脱有六神通，那如果是会解脱的话，没有神通啊，没有神通啊。那如果有的话，基本上就是啊无漏啊，那他证无漏而已，他并没有神通，并没有前面的五神通。那这个时候人寿一百岁，释迦佛的时代人寿一百岁啊，通常是这么说了，少出多减啊，少出多减底下有解释啊，他基本上是人寿一百岁，少数人寿命高于一百岁啊，多数人不满一百岁，少有超出了，多有不足了啊，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人寿一百岁，少有超出的，很少有超出一百岁的。我们看现在也一样，很少有超出一百岁的啊，一百岁政府都要每年发奖金给你了啊。那么很少有超出一百岁的，但多数都是不足一百岁的啊。现在如果依这种传说来讲，每一百年减一百岁，每一百年减一百岁。释迦佛时代的人寿是一百岁，现在的人寿。已经超过2500年，减250岁了，不，减二十五岁，所以就变成人寿大概是75岁，那跟我们现在比也差不多。但是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灾难，就是活不到几岁就死掉了，啊，也很多，所以多数都活不到这个岁，那么只有少数有超出，所以少出是少有超出，啊，多有减少，多有不足了，多有损减了。少有超出，多有损减，以是小僧能办如是大事。就是他在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啊，不是在这个初期的大圣经里面，很常说到这个娑婆世界，因为比较大智里面也有娑婆世界，因为环境比较不好，但是那个菩萨啊，然后是这里讲这个比丘都心都很利，根都很利啊。啊，都讲这个，那所以净土中的众生反而没那么利，
那么你看初会、二会、三会的都是初会、二会、三会的都是在释迦佛时代有修行的，初会、二会、三会得度的都是在释迦佛时代有修行的，然后升到那边去的啊，然后在初会、二会、三会，这个就是立根的。那么之后的这些天人就懈怠了啊，那么因为过得好嘛啊，所以他要来跟他们警惕一下，就带来看大迦舍啊。那当时也知道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大迦舍才留这个身嘛啊。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好，所以他说，你看这些，所以他就跟他们讲啊，那当时的人环境没那么好，都很刻苦。如果我们想一下，我们现在出家跟当时的出家，当时的出家人都很刻苦，为什么那么多祖师大德可以成就啊？当时的人吃不好住不好，环境不好，但是他们都很用功。后来吃得好住得好了，反而怎么样？反而容易懈怠了啊！所以娑婆世界好修行啊，啊，那其实是这样子的，修行快啊。所以汝等他说，那这个少出多减，如果从长阿含里面来说，那四寂经嘛，啊，就讲这个世界啊，他方世界的情形。我们这个世界有所谓的四大洲，啊，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阎浮提、北俱卢洲。那么除了北俱卢洲的人，没有少出多减啊，就活到足寿，活到足寿，一千岁就活一千岁。那么就是北俱卢洲的人尽寿千岁，其他的都不足，啊，有的活，比如说啊，如果依据《长阿含经》的记载，啊，或是基本上各种经典讲的不太一样啊，那有的说阎浮提一百岁啊，那么有的200岁、300岁啊，就是其他的州了啊，犀牛贺州啊，那么这个东胜神州啊，那200岁、300岁就100、200、300，那北俱卢洲是1000岁，那100岁的活不到100岁。多数活不到100岁，200岁的多数活不到200岁，300岁的多数活不到300岁。那么天人的情形有些也这么记载啊，就是但是没有那么多就是了啊。刀立天啊，那么四王天啊，那比如说四王天有500岁啊，这个各个经典记载不一样啊，有的说50岁，有的是50岁、100、200、400开始算，有的是500、1000、2000、4000开始算啊。啊，不管了啊，反正就是这记载的数量，这个都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即使是天人，也有活不到足岁的，啊，因为福报尽，啊，或是他寿命尽就没有了啊。但是也有一些活不到足岁的。那人间的话，多数活不到足岁，除了北俱卢洲，所以北俱卢洲是人间净土，啊，尽寿千岁，啊，那这个是少出多减里面经典的一个说法。他说：“以是小生能办大事。”啊，那如果在大乘经典里面，初期大乘里面啊，他方佛要去供养释迦牟尼佛，都会告诉他们的菩萨，你去到那个地方哦，你要小心，你不要看他们那些菩萨啊，身体都很小啊，长得都没那么庄严，你就起轻慢心。我告诉你，他们那些菩萨智慧根都很利，啊，所以你不要起轻慢心啊，都会这样接待，因为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所以菩萨根地，你看那个即使告诉你要往生净土的也这么讲啊，那维摩诘经也这么说啊，那宝积佛果的，然后那个无量寿经也这么说啊，那娑婆你这个你在娑婆世界正心正力啊，持斋戒一天一夜胜过在极乐世界修100年啊，所以他也告诉你是在这里的修行是比较殊胜的啊，那你要精进，要忍辱，啊，你要有智慧。你在娑婆世界修行，比在哪里修行多好，啊，因为它有苦，它容易出离，它容易有出离心，它容易精进，它境界多，它容易精进，啊，那如果没有，你就容易懈怠，啊，无欲满足享受嘛，啊，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你看我们越苦，那个出离心就越强，啊，然后越想修行，越快乐。然后越有福报，反正有的是时间，反正有的是机会，那都会这样，然后就更不容易，啊，那有时候障碍越大，你就跳得越高，啊，那没有障碍啊，你的脚就没有力，一遇到障碍你就跳不起来，啊
何况你还染着在武艺啊，然后增长很多邪见啊，那邪见是给自己的解脱筑墙啊，筑到一条不可你看不到阳光的墙啊，看不到正法的墙啊，那染着武艺啊，追求所谓的幸福快乐美满生活，是给自己挖坑啊，啊，武艺越重越往下啊，你越跨不过那个武艺，跳不上来啊，那所以。但是在娑婆世界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糟，它刚刚好在堪忍的范围里面啊。所以娑婆世界是堪忍世界嘛，它是不是那种三恶道那一种，不是那一种三恶道那一种不堪忍的，太没办法了啊，也不是啊那个长寿天那一种啊，那所以它是三途八难嘛，难以学佛嘛啊，所以也不是。也不是那一种，就是你不能见佛、不能闻法的，啊，也不是那一种，你刚好就是你在堪忍的范围里面，啊，那你可以向上，啊，那你可以向上，但是你没有向上的那个环境，啊，那你跳不起来，坑太深了，你跳不上来，依你的能力跳不上来，啊，或是根本就没有坑，你长期你脚就。习惯了，你坐车坐习惯了，你连走路你都懒。坐车坐习惯了，连走路都懒啊！以前的人担着一个担子要过山里面去卖东西，走一天了啊！现在的人就走个半个小时，他就觉得太辛苦了，要坐车啊，就变成这样。那这个是其实就是习惯养成的了。那娑婆世界刚好，不太苦，不太热，有一点太苦又不会让你苦得受不了。又有一点点热，又不会热了让你懈怠放逸，最好修行啊，真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真要修行，因为你如果到他方净土，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佛法了，没有佛不是重点，没有佛法才是重点啊，那是因为没有佛法了，所以你要去找到有佛法的地方，因为你不知道到底要怎么修行，可是现在有。这个地方是最好修行的啊啊，要知道啊，所以他这里讲，他说弥勒佛就跟他讲，人家以前啊，人家环境那么艰困啊，人生那么小啊，那么问题那么多，人家都能够办如是大事，什么大事？生死大事啊，解脱啊啊！那你们现在福报这么好，环境这么好，这么聪明，那你们都不会修行，不会做这种功德啊，就用这样来激励他们。那我发现到大部分的人哦，大部分的人修行之所以不能成就，它存在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他限制了自己，他局限了自己，然后他怀疑自己，你怀疑自己，哎，我业障这么重，哈哈，我的福报这么差啊，我的智慧这么差啊，我的善根这么少，我一定不能得解脱，把自己限制住了。啊，人家没有限制你，是你自己限制自己，限制了自己了。我力量不够，我做不到，我不可以，我不能，我不行。啊，这个是你局限自己最大的局限，不是环境局限你，不是别人局限你，不是业报局限你，是你自己局限你自己。所以不要怀疑自己，要相信自己；不要否定自己，要肯定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要激励自己，策励自己，这样你才有办法。你要知道你得人生不容易，能够闻佛法不容易，你还有出离心，那更不容易。这些非常不容易的你都得到了，接下来你就是不忘这个初心就好，不忘这个出离心，坚持就好。你只要坚持就好，一步一步的克服困难，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因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是缘起的，一切缘起的法从你的心开始，心为主导，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受到末法思想的影响啊，那认为自己生在一个不好的时代啊，那么所以就放弃自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不是要策励自己，肯定自己，相信自己，因为佛法是这么说的，弥勒菩萨跟他们天人就这么讲啊。你看
人家当时生在那个环境，啊，环境那么不好，那么多障碍，人家还能办大事。你们现在什么条件都给你，啊，就好像那个有钱人家，告诉那些，啊，又给你补习，衣服又给你，你又不愁吃不愁穿，啊，环境都给你好，书桌给你买最好的，啊，然后环境都不吵你，你都不用功读书，人家那个还要去做工。哦，还要没得吃，还要去做很多工啊，然后还要帮忙很多家事。那旁边的环境很吵，人家都能够用功考上大学，哎，你就不行。你看啊，你自己要反省反省啊。你看，像我们以前也是啊，我们以前因为家里穷啊，啊，读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那个袋子去外面捡那个破铜烂铁啊，去垃圾堆里面翻破铜烂铁啊，哪有时间给你温习功课？没有这种事啊。都是在上课的时候努力听的，回来没时间做功课啊，啊，那有的话作业的话赶快做一做，就要拿着那个袋子去外面的垃圾堆翻东西啊，啊，回来卖啊，哪有？然后晚了赶快啊，要烧火啊，因为那个以前是那个木头啊，赶快烧火。我烧火烧了十几年了，一个那个灶啊，因为要煮热水，要煮什么东西，都在那边吹啊，吹得满身。吹的那个整个都烟了，对不对？这样，因为有时候下雨天又不好烧啊，就所以我很会烧火，就啊都要做这些啊，没有时间给你那么多用功读书，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啊，啊没有啊，真的啊，啊可是因为这样，你就会很努力读书啊，那你也不要说太辛苦了，但是有一点辛苦是好的。但弥勒菩萨就跟他们的，你看他们大众这样讲啊，你们现在环境这么好。啊，像我们出家众也是这样啊，很多啊，环境太好了，环境太好了，天天只知道在享受，这个也很麻烦，啊，就是吃一点苦就受不了，吃一点苦就受不了，受不了苦，修行当然不是要吃苦的，但是你受不了苦，你就很难离苦，因为你会在苦中起烦恼，你会懒惰无欲，那它正是你受苦的根本，啊，当然不是自己要去找苦吃，不是的。但也不要怕受苦，不自找苦吃，但也不怕受苦，啊，真的要这样，你才有办法修行，要不然哦，很难修行。环境越好，条件越满足你，你是越堕落，你越不容易修行，啊，在家出家很多都是这样，啊，有钱了啊，就这边旅游那边旅游，啊，那这边走走那边走走，啊这边玩一玩那边玩一玩，啊，游山玩水。那你要了解到，你时间就这样过了，啊，那穷的人家没有办法这样，困苦的，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他一定要把握时间。那你是时间太多了，你要消磨时间，啊，你看这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你的心要改变啊，你有时间你要赶快做要做的事啊，那时间给你太多了，你反而要消磨时间啊，要打发时间啊，你看看，啊，那你看这个就是现在的状况哦，啊。你有时间要赶快珍惜啊，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啊，你身体好的时候要赶快珍惜啊，你不会一直身体好啊，啊，那你没有外在的障碍，家庭的障碍，环境的障碍，要好好珍惜啊，你不是常常没有这种障碍啊，不是啊，啊，你看以前医生老师要读书，读没有多久就打仗了，啊，要逃啊，这边逃那边逃啊，没有时间给你读书了啊，啊，你有机会读书你不好好把握，你以为随时有这种机会啊，有机会修行，你不好好把握，你以为随时有这种机会啊？弥勒菩萨大概也是跟他们的天人这样说的啦，啊，天人太福报太享受了，啊，所以我们哦，在家出家，其实要好好反省一下，因为我发现福报太大也不是好事，不是好事。我们都没有天人的福报，我们没有天人那种福报，但已经有天人那种心了，啊，真的，你好好想这些。那所以这里来讲啊，他说你们这样福报这么大啊，大生其实就是福报大嘛，立根啊，你们都是修十善来到这个世间的，然后生到这个佛国土来的啊，就好像你会出家，那当然是你跟佛法有缘啊，那你希望学学佛法，那么你有要解脱的心啊，你是立根啊，那你有福报大，你才可以出得了家嘛，不然你这个五根不具足啊，或是怎么样的，你也没出不了家啊。那你现在可以，你可以学佛，你要修行，都是大生立根啊，有一点福报，有一点智慧的，跟佛法有一点因缘的，
你们还不赶快把握这个因缘，云何不做如是功德？你看那个大迦叶，你看他就显示给他们看了嘛。啊，那么这个时候诸弟子皆惭愧。啊，就开始因为这样啊，给这个佛这样讲啊，心里面有点惭愧，啊，就发愿离心，发很大的愿离心，就出离心了，啊，那弥勒佛随着这个众生的出离心，就开始，你看他要有出离心嘛，观正法，正法要离欲为要，啊，讲这个嘛，因为他们的环境太好了，他们已经染着在五欲幸福的生活里面了，啊，因为我发现必死是不管在家出家了。很多人修行只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哎呀，这个很糟糕啊！啊，只是为了过安定稳定的好生活，不是啊？这个你这个福报尽了就没有了啊！就算你自己在修福，那你升到天上福报尽也没有啊！天人很少有福报修啊，天人不太有福报修，又不太闻佛法。闻了佛法，习惯性又不太记得住，记得住的又不太会努力去修行，修行的又不太会坚持到最后。你看，所以你现在在人间哦，正好没有那一些，你到天上去哦，就不是这样子哦。除非你正出国、二国、三国，但在那里也不容易增上哦。除非在有佛国土，不容易增上。所以大部分都是天上下来人间的时候遇见佛法。或是他已经成熟成辟之佛的，不然是不容易的，啊，那你没有闻到佛法，没有闻讯，你就不会再有嘛。所以你要天人天人天从天下来做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解脱。那很少在天上解脱的，非常少，除了三国的圣者，都不是在天上解脱的。要不然就是有佛出世的啊，像弥勒佛，他也是在来人间的。那你就随着你的菩萨来人间，然后也是在人间。你看他怎么不在天上？那他是在人间的，不是在天上。那个时候是在人间，不是在天上。但是那个人间有天人的福报，有天人的福报。那个时候弥勒佛是来人间的，但是那个人间有天人的福报，类似像天呐，八万四千岁吗？福报具足吗？但是他不是天上的，啊，但是类似像人天的福报。好，所以啊，那他告诉他们啊，那么弥勒佛就随着众心在为他说种种法。那么有人就得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斯陀含叫正果了。有众辟支佛善根，众辟支佛善根就是他未来啊，到没有佛的世界啊，他会在成佛。那么有得无生法忍，就是菩萨啊，就是声闻，前面是声闻，这边是辟支佛，众声闻的、辟支佛的，还有菩萨的。那菩萨得无生法忍，不退转。啊，是不退转菩萨得无生法忍，就得不退转了。不退转主要是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不会退到二乘的，不会退到二乘。如果你没有得无生法忍，那么你有可能会退堕二乘。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够，你还没得无生法忍的时候，不能够证入啊，不能够证入菩萨位，那不能够证这个。不可以把烦恼断尽了，啊，那不能够证入涅槃啊，就是你不能够证入了啊，那因为你证入了之后，你可能就会退堕二乘，就直接入涅槃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忍而不证，啊，然后等到的无生法忍的时候，如果一波的经啊，等到你证无生法忍的时候，你就不会退了，不会退，无生法忍等同阿罗汉，如果一波的经来讲，等同阿罗汉断尽烦恼，但是他不会退，断尽烦恼不会退。他以悲愿来度众生，如果没有的话，悲愿不足，你没有证无生法忍，悲愿不足，你很可能直接就堕二乘，就入涅槃了，证阿罗汉了，啊，那其实是这样。好，那么有得生天人中受种种福乐，啊，所以也有没有解脱的哦，不是每个人得解脱哦，啊，也有没解脱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人嘛，那个时候是人，不是天哦。啊！但是弥勒菩萨现在在天，然后在人间成佛的时候，八万四千岁是人中最高的果位，人中最高的福报的，最多到八万四千岁，不会超过八万四千岁了，那等同天人的果报了啊，差不多这样。我们现在的天人，我们现在人寿百岁，如果天人的话，啊，
不到百岁了。如果天人应该不会超过八万岁，啊，我是觉得了，大概都是一两千年的，啊，那但是不知道了，因为那个岁数不知道怎么算的。好，那基本上八万岁已经是，不过这个应该也是，因为他们最多都是八万四千的，八万四千是形容最多最高的。那具体几岁，其实我们不知道啊。好，那以是故，知是其舍绝山，福德吉处，福德吉祥之处了。啊，因为你有修福嘛，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果报。诸圣人喜住处，喜欢在这里，啊，那么佛为圣人主，啊，前面讲过，佛为坐禅主，为圣人主，啊，那么圣人坐禅人当中，啊，那么最主要的，啊，最尊最贵的最尊上的，啊，其实就是佛。是故佛多住其舍绝山，啊，这个是为什么住其舍绝山，啊，那么第三个理由，啊，在家是长那龙树讲的非常多，引了迦叶的故事，啊，再往底下看，他说其舍绝山是三世诸佛所住处，啊，三世诸佛都住在其舍绝山，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弥勒佛再来的时候也在其舍绝山，啊，所以就带领大家，啊，去看，去其舍绝山看。那这个是后来形成一个，就是释迦佛是这样，然后就往前推往后推，所有的佛都这样，啊，其实这个应该是后来说出来的了，啊，就是说传出来，就是说因为释迦佛是这样往前推往后推，所以七佛都有结婚有生子，呵呵，都有，啊，就变成这样，啊，就是诸佛里面大概除了阿处佛没有而已。阿处佛比较特别，阿处佛是，啊，都是童真修梵恨的，那，啊，没有结婚生子，啊，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啊，七佛啊，未来佛都有啊。那这个儿子是什么啊？然后父亲是什么？母亲是什么？然后都住在印度啊。那这里说都住在其舍绝山，啊，这个其实是后来应该是依照释迦佛的范本，然后往前推、往后推都是这样啊。好，他说啊，那是三世诸佛的住处，如富罗那、弥地利、也尼子。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啊，不过富罗那这个名字好像也菜市场名字，很多人迷的，就是说有外道也叫富罗那，有比丘尼也叫富罗那，那这个甚至啊，那像富兰那有时候翻作富罗那，啊，那所以说这个名字应该是比较常见啊。那他说有这一本经，但这一本经，啊，那么到底是哪一本经？其实现在不太知道啊，所以下面写着初出待考，啊，那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找相关的，也找不到，呵呵，啊，看以后看会不会看到啊。他说：“佛与富罗那，若使三千大千世界劫烧，啊，就是因为有三大灾嘛，水灾、火灾、风灾嘛，啊，那世界坏掉了。”世界坏掉了就灭掉了，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大概等于一个银河系啊，一个大千世界大概等于一个银河系，一个世界等于一个太阳系，大概是这样啊。如果依照经典说的，一个世界，一个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就是一个大千而已，是一个大千，一个大千世界大概等于一个太阳，一个是银河系，那银河系也会坏掉，劫烧。若更深，我常在此山中住，啊，那么，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坏掉，其舍绝山也坏掉了，其舍绝山也坏掉，啊，那但是这个再生的时候又会有，啊，那他还住在其舍绝山，一切众生，那你说那为什么？如果三世诸佛都住在这个山中，啊，那么常住，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不见佛？为什么有那个没有佛的国土？啊，这个基本上他说，一切众生以劫死常夫，不做见佛功德，以是故不见我。好，那我们来看啊，看到个为什么不见佛？那么这个在不见佛这个里面，像《维摩诘经》也是这样。然后佛的净土心净国土净，那难道佛的心不净吗？那么为什么佛的国土这么不净？
这个佛就手按这个地，手指按地，大地就变得清净，是因为众生不见，不见众生的心不见啊，所以并不是佛的国土不见啊，众生的心不见，不见就好像太阳光你说的那么亮，为什么我看不见？因为你眼睛瞎了吗？你眼睛没有瞎你就可以看得见吗？那你说天那么亮，为什么我这里这么暗？因为你把窗都关了嘛，你把光阻绝了嘛，你只要把窗打开，光进来你就看到亮了嘛，类似像这样的啊。所以他这里讲啊，这里讲到说众生不见佛啊，是因为他的烦恼啊。那因为佛三世诸佛都住在七色觉山，那为什么有那个没有佛的啊国土啊？那你看他自论卷九254页里面有提到众生为什么，就是佛为什么不来啊？这个是讲到佛不来，是因为众生罪过深重，不重见佛的功德。那么这里讲到见佛的功德啊，往生是为了见佛，往生是为了见佛。那这个是佛没有来啊，就讲到往生其实也是为了见佛。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做，不能不重见佛功德？那重见佛功德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来看啊，那么无量寿如来会其实是无量寿经的另外一个译本了啊。啊，无量寿如来会，你看他讲。下列之辈就是那一种比较没有智慧的人啊，500岁中不见佛，为什么？啊，生到边地已成，500岁中不见佛，啊，对佛法怀疑嘛，其实就是怀疑自己，怀疑佛法，啊，不知你看哦，不知菩萨威仪法则，就是没有戒跟法，啊，那不知道菩萨道了，啊，不能修习诸功德，所以无因没有这个原因奉事。无量寿佛，他这个还是做善事的哦，这个还是行持善的哦，那么也念佛要往生哦，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能见佛？500岁不能见佛，因为他不晓得真正的佛法啊。所以无量寿经已经跟你说了，你要见佛要发菩提心，你也没有发菩提心，所以你才不知菩萨威仪法则嘛。你因为菩萨道最重要，就是你不知道菩萨道，你菩萨道最重要的是要菩提心。菩提心之后要修六度四摄，修诸功德，你又没有修诸功德，你看没有修诸功德嘛，所以能不能往生，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说嘛，啊，往生与否啊，全凭信愿之由，那品位高低要依念佛之深浅。那么其实依无量寿经来说，能不能往生是看有没有发菩提心，它是靠四个，第一个发菩提心啊，他这里也讲啊，啊，他为什么不能奉事无量寿，是不能往生净土，啊，就不能见佛啊，没有发菩提心，没有修诸功德。如果依无量寿经来讲哦，品位高低要依功德之深浅哦，不是念佛之深浅哦，依功德之深浅，啊，那么戒定慧哦，修诸功德。依无量寿经来说，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大修功德的上品上辈，大修功德的上辈，修诸功德的中辈，多少修善的下辈，品位高低，辈分高低啊，上中下是依功德之胜念，是这样哦。如果依无量寿经是这样讲哦，不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啊，然后你就可以高位哦，不是哦。是功德，然后菩提心都是一定要的，然后后面往生的因缘，这个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往生的因缘就是一向专念回向化愿，啊，这是无量寿经说的哦，啊，就是一向专念跟回向化愿，这个就是念佛了，一向专念跟回向化愿，你发愿要往生，那么你一心不乱一向专念，但是最重要的是修诸功德，不是看你念佛有没有一心，不是。当然你讲是一心理一心那个就不一样了啊，但是最重要是要修诸功德，六度四摄菩萨威仪法则，修诸功德，你看这个是他说的哦。那如果依观无量寿经呢也一样啊，啊，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修十善业啊，然后要怎么样，然后要受足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要持戒，啊，不伤害众生。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怎么样？
发菩提心，深知因果，啊，一样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也要这样啊。然后要怎么样？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自作叫他做，见作学习，一样啊，行菩萨道啊，你看也是这样啊，然后才能往生啊，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什么叫做众见佛功德啊？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来看。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因为他就牵涉到那佛常在山中，这个过去诸佛常在山中，啊，那么三世诸佛都常在山中，但是为什么会有没有佛的国土啊？因为众生不见佛，啊，众生没有做见佛的功德，所以见不到佛了。好，那。这个我们再翻过来啊，看那第五个理由啊，七舍绝三，清净先解，受三世佛及诸菩萨啊，就有佛来的时候啊，都一定住在七舍绝三了啊，那么也有诸菩萨，更无如是处啊，其他地方没有了，只有这个地方有，所以多住七舍绝三。那这个是第六个，就是为什么要在佛多住在七舍绝三呢？啊，第六个原因是啊，《诸摩诃严经》就是大圣经了，多在七舍绝三中说。啊，那这个我们没有看过很多的这个大圣经了啊，不过比较起来，就好像《阿含经》也。基本上都在王舍城说，也不是都在七舍绝三说。不过七舍绝三说的也很多就是了。但如果你把这个杂含的在哪里说哪里说统计起来，舍卫城是最多的，舍卫城的起眼经社大概是最多的啊。好，那么他这里说到《摩诃严经》《大圣经》都在七舍绝三中说，余处少说啊。我像《法华经》啊，那也是这样啊。那。不过像说七舍绝三都是诸佛所在所住的地方多住，那像善眷律毗婆沙他就讲到啊，鹿野苑是毗婆尸佛常住的地方啊，那所以这个其实基本上是这个为了要说明七舍绝三的殊胜啊，那像善眷律毗婆沙就说鹿野苑是毗婆尸佛常住的地方啊，所住的地方。就是毗婆尸佛所住处，那这里讲到三世诸佛，当然包括毗婆尸佛啊。那这个当然是特别赞叹七舍绝三的说法而已了啊。这我们要知道。那他说世中洁净有福德贤净故，一切三世诸佛住处，十方诸菩萨亦赞叹恭敬之此处，天龙夜叉阿修罗紧那罗啊。那这里是伽留罗、钱达婆、真陀罗、摩诃罗伽啊，这就是紧那罗，那这里也是写金翅鸟啊，看下面的注释啊，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啊。就是这里是有很多天龙八部的这些都是刀立天底下的啊，那钱达婆啊，那么真陀罗、摩诃罗伽等大力众神。守护供养恭敬四处故，啊，那说因为这里是诸佛住处，而且大圣经都在这里说，啊，我们最熟悉的像跟法华经有关的大圣经，基本上都是在七舍绝三，比如说法华经、大法古经、无量义经，这个都是在七舍绝三说的。那这个跟法华经有关的，法华经系统的，那另外像无量寿经、阿处佛国经。啊，这个也是在七舍绝三说的啊，净土经典的啊，所以这样的说法应该有一个部派特别强调这种说法啊。好，那是七舍绝三诸佛所住处，圣人所止息，覆应一切故啊，覆应就是覆盖一切众生了 啊，就是护念一切众生了 啊，可以说一切诸佛所护念处。可以说这样啊，
众苦得解脱啊，众生的众苦，众生的苦可以得解脱，唯有真法存。真法就是正法了啊，就是佛在这个奇雪人山为众生说法，令众生得解脱啊。啊，那么唯有众法存啊。那么如果依这个来讲啊，那它其实就是啊，那么修唯有修行真正的佛法了啊，唯有修行真正的佛法，那么才能够啊让众苦得解脱啊，就是佛说法，那么来利益一切众生，佛在奇舍觉山说法来利益一切众生，那么众生唯有修行真正的佛法，唯有修行佛法，真法就是正法，就是佛法了啊。那么唯有修行正法，才能够让痛苦得以解脱。那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要告诉众生解脱痛苦的方法。那么痛苦就是老病死轮回了。所以这个阿含经堂长有这样说嘛，世间有三种不可爱、不可依、不可念，老病死啊，那么出现在世间，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那么解脱了老病死之后，告诉众生怎么解脱老病死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众苦得解脱，唯有真法存。应该反过来说，就是唯有行存有真正的正法，才能够解脱众苦，得解脱众苦了啊。就是说得解脱众苦，唯有行正法啊，就心中啊有，就是你行修行正法啊，存有正法，就是世间唯有正法的存在，才能够让众生于苦中得解脱啊。这个是从佛的角度，就是从这个世间有正法啊，就是不忍圣教衰，就是正法嘛。那么圣教若衰，众生就苦嘛。所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那么这个圣教正法得以住世，众生就可以得以离苦。那众生得以离苦，是依正法修行得离苦的啊。所以众苦得解脱啊，从这个记上来讲啊，两种解释，一种就是得解脱众苦，唯有依正法。那么唯有依修行正法，才能解脱众苦啊。这两种。好，从这个记上来讲，那第七个原因啊，世中十方无量智慧福德大力菩萨常来见释迦牟尼佛，礼拜恭敬听法故，佛说诸摩诃言啊，那多在奇舍觉山啊。那么这个跟前面讲的一样啊，诸摩诃言经多在奇舍觉山中说。诸摩诃言经中啊，大圣经里面般若为最大，龙树是依般若的。大智度论就是在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啊，那包括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在奇舍觉山说啊。因为现在讲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其实就是小品般若经啊，三十卷的，是在灵鹫山说的，所以。大圣经多在灵鹫山，而大圣经中的般若经也在灵鹫山啊。那现在因为大圣经多在灵鹫山，大圣经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般若经，所以般若经必得要在灵鹫山说，因为现在讲在灵鹫山说嘛啊，所以就说为什么不住在奇舍觉山呢啊？所以佛要住在奇舍觉山。好啊，这个是讲啊，单单一个奇舍觉山啊，就解释了这么多了。好，现在来讲啊，这个经里面共摩诃比丘僧啊，那么一般的说法就是与菩萨什么什么菩萨什么什么比丘共在一处啊，通常是这么说了啊。那罗什的翻译是共摩诃比丘僧啊，那摩诃比丘僧其实也是。摩诃是大的意思，是大比丘僧，啊，是大比丘僧。那有些前面会先放菩萨，有些会先放比丘僧，啊，不一定啊。那现在这里是先放比丘僧，而且是大比丘僧。好，那现在先解释共啊，你看都解释非常，一开始都解释非常详细的，
你看现在已经是第二卷了，啊，第三卷了，才解释到哪里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啊灵鹫山啊供摩诃比丘僧，啊，来解释这几个字而已。好，那一开始都很详细啊，其实它是因论生论，借这个论来说佛法的很多问题啊。那我们现在讲大智论也是这样，你看我们已经讲了多少集了啊，然后也是因论生，就是借这个论来说明佛法的问题啊。那种其他种种相关的问题，我们都在这前面啊先说了。好，大智论就是这种说法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大智论就是依大智论的说法方法来说大智论啊，就延伸啊，就是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拿来讨论。好，那么供摩诃比丘僧，那供什么叫做供啊？你看只解释这个供而已啊，其实就是具啊。那一般都是与什么什么比丘啊去共鸣一处一时一心一界一见一道一解脱，是名为共。好，那先解释这个共。好，那这里我们就说到啊，这个共就是具的意思，所以共解脱是具解脱，前面不是有共解脱嘛啊，那一般都翻作具解脱。那么以大比丘僧，比如说《金刚经》，以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那一般会放在后面，以什么什么比丘聚，那这个是放在前面，供什么？所以他翻译的问题而已啊，供摩诃比丘僧啊，都放在前面，那一般是放在后面，以什么什么比丘聚啊，那同时在一起。那我们来看《道行般若经》啊，供一师，供一传，共一道啊，这个也是共，这个是共同的意思啊。因为后面有讲到这个，因为这里的讲的说法是共其实就是在一起啊，共其实就是聚，就在一起，但是他把这个共延伸了啊，一处通常就是一处，一时通常是这两个，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就是大家在这里啊，所以聚嘛啊，那是他延伸的，他把这个共延伸解释了。那般若经共一师，共一传啊，同样都是佛弟子啊，传是同样一个方法啊，那同一道啊，那么都是同向解脱的啊，一法一道啊，一师一法一道。一杂含经的说法，杂含经这种说法也很常见啊，四六四经，其他的经也讲到，大师及诸弟子，佛共一师嘛。啊，及诸弟子啊，就是这些弟子都是以佛为师啊，皈依佛的，皆悉同法啊，共一传嘛啊，同法同聚啊，这个法形容这个法的文字叫做聚，文字声音叫做聚啊，所以说法聚嘛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极灭现前，苦集灭道，无名缘行，行缘事啊。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这个是法缘起法，缘起法有因有缘世间集，这种声音这种文字就叫做聚，有因有缘世间灭啊，所以叫做法聚，通常我们叫做法聚啊。那么法聚里面的道理啊，这个是义，它的义理啊，是要抉择它的义理，这个法讲的是什么，这个法讲的是什么啊，不同的义理啊，所以要听闻正法，要听闻正法，要如理思维啊，要依法不依人，要依义不依语啊，其实就是这样啊，这个是语嘛，这个是语句嘛，文句嘛，文句语句嘛啊，所以这个句里面啊，声音是语句，文字是文句啊，依这个声音了解这个法，思维它的正理啊，然后得到什么啊，同入解脱，同入法性啊，证得无常，依无常证得无我啊，依无用无我证得无我啊，得到解脱啊，所以同法同聚同义同位啊，就同一道啊，同一解脱位，同一解脱道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讲到，那这里讲到了更多啊，这同见啊，见和同尊嘛，见和同解，这个是身里面，这个因为他后面会解释共摩诃比丘身。啊，所以他就因为一心啊，一心就是大家都一样的，然后一见
大家尊的都是同一戒嘛，啊，这比丘僧是同一戒和同尊的啊，现在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是部派之后就大家就不太一样了啊。那么见和同解啊，同一道都同一八正道，同一解脱道，同一解脱位，同位啊，同道同位啊，其实一样的，共一传，共一道啊，共一得解脱，共位，是名为共。啊，你看他解释共，就把这个所谓比丘僧啊，或是佛弟子的这个道理全部放在一起讲了啊。然后这个是所谓的啊共啊，因为我们等一下本来要讲，以为会讲到有邪命啊，就讲不了了啊。那就先讲到这里啊，这个下次再来说啊。就自论的五种邪命，十住也有五种邪命啊，我们就下次再来讲。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